下来，然后往前走。我记得我有做好多东西，有但我以前，但我以前布置教室很厉害，我很会布置教室。我以前很会做纸雕刻。纸雕刻是什么？纸雕刻就是那种立体纸雕，做卡片的那一种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怎么不知道？那以前会不会布置教室？以前有比赛，以前才不要破坏教室就不错，还布置教室。我以前超会布置教室，我全校第一名哎。这种也可以有分名次。有，就是有分名次。其实家政课好像也有，以前家政课也有分啊，谁做的最好啊？来这样子，还是这样子的概念。可丽饼。可丽饼，耶！好，完美。反正也不用，你不画你就知道，对不对？很尽情的嘞。可以出来，享受一下我们两个时光。像你就给我很大的空间，超大的空间啊！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太多的、交际啊。对啊。其实没什么，但是工作，工作的一些小应酬，我都还是蛮喜欢带着你的，因为他们都很喜欢你。那我们会先抓这个手，大概肩膀的这个长度。好，那他呢要推我，带着来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要 hold 住我们的核心，那也有别的感觉到我们大腿肌肉。OK， 好，那你一样我会推他。好，那是。可以很用力吗？不用啊，轻轻的就。老师，我不是在上面那个吗？老师，刚刚你就躺在地上。